好了，来阿妈的泡菜，这个，那个，你看一下。你试试看啊，我帮你拍啊。我拍啊，来你试试看啊。阿妈的这个很好吃哎。卖几十年，他都卖几十年了。啊？他上次说卖几十年，你还记得？在这边。你要下来一点，然后那么两个不同高度的这样子。哎呦，小心一点，来看一下。你吃啊，吃给我们的粉丝看的。吃。嗯。看这边，我帮你看，嗯，吃。好吃啊，他卖的这个真的很好吃。那这样一份卖也是很便宜，就好像阿妈一直讲说生意他不要太好他会忙不过来，对啊，是刚刚好就好，年纪大了，因为毕竟阿妈年纪大了，那个皮都炸得脆脆的，你看到皮都炸得脆脆的，这边镜头在这边，这边的，嗯，对一下焦，他皮都炸得脆脆的，不要晃 ，OK， 然后皮炸脆脆的，嗯，它味道不错。不错，然后那个泡菜，我觉得阿妈最好吃就是泡菜。臭豆腐那个臭豆腐味道很，它泡菜跟外面臭豆腐的味道很够，味道很够。然后泡菜，它泡菜也是很好吃。泡菜都自己腌的哦。哎，阿婆自己腌的哦。对，阿婆自己腌的。那泡菜的感觉就像现在外面在团购卖那种泡菜的感觉是一样，那个酸的度，然后辣度不是很辣，就是那个。酸甜，我觉得它拿捏的刚刚好，而且很脆。哎，来我试看看，自己要靠靠我味道。来给我吃看，我说这个了。先臭豆腐。我先吃豆腐。辣椒来。嗯，好吃，真的。可以介绍这边吗？那你要看你的人啦、啊。哦，对哈、哦。中心路152号没？刚才有讲过哈、哦。对。对啊，152好吧，阿妈人在这边卖的臭豆腐。等到走过来就是有看到一件而已，没有第二件的了。对啊，看一下这边，哎呦，蛮推荐的啦。说这个阿婆在卖，没有其他人在卖。嗯，150几啊，150，哎，对，150。反正他就是有摆摊，他出来都看得到了啦。对啊，只是阿妈在卖而已，所以我们边走边吃。哇，很烫哎。哪会啊？这还炸得好脆。对啊，都炸得很脆。我觉得这个泡菜啊，比我们去台湾吃的还好吃。那个臭豆腐也是好吃。有些夜市摆的，我跟你讲，完全打枪，会踩到地雷。这个就真的是不会了，所以蛮推荐的。哦，蛮推荐的、嗯。每次都跟阿妈买，你看今天泡菜特别多。因为我们常跟阿妈，他都知道。对啊，所以这个我真的是很推荐这个阿妈的泡菜。我车子蛮多的呢、嗯、你看这边说不能开车进来，你看一台又一台、警察怎么不来开单呢、真的，你今天说禁止车子进入，怎么还一堆车子呢？对啊，刚才去逛完那个 Nike 的潮店，跟我那个朋友在聊了很久。对啊，我刚才聊的话题就觉得穿衣服也要自己的品味啦。我觉得哦，不要说一身都是名贵的潮牌啊，重点是你要自己有自己想的想法，穿搭的品味。我觉得这样子就是自己的个性。对啊，对啊，像我年纪也是有了40几岁，我想说自己穿的衣服，你看有自己的特色，对啊。虽然没有很潮啦，只是说也是要修饰一下，所以我觉得。不管体态啊，什么都要自己去维持住。你这样子穿牛仔裤或穿衬衫，会比较有自己的那个想法跟个性。对啊，我们逛街。手工本田。那礼拜几？礼拜二吧。不要，我们这边走，去逛逛逛，逛逛。对啊。他没买。对啊。手工粉也不错了。啊？手工粉粉也不错了。嗯。今天中午去吃的我喜欢吃的炒饭，我觉得结果还是蛮满意的啦。因为真的是，虽然哈很久没吃了，可是哈一次感觉还是觉得很棒，所以蛮推满天星那一家那个。
那个炒饭，我觉得他炒饭比他任何那些排骨好吃太多了。讲真的，现在目前我觉得这份炒饭只有他炒的是我喜欢的味道，火腿炒饭。哦，今天人好多哎，车子也蛮多的，逛逛吧。